来吃早餐。那刚刚发生一件事情哦，刚刚叫了这些东西哦，那我点的是这个11号餐，还有猪肉拌面，就11号餐的主餐没有寄过来哦，怎么会碰到这种事情？好，那等一下我们要开始骑车，那骑车等一下应该会往南回改走，因为南回改试办那个重机嘛，对不对？目前好像没有人拍过哦。嗯，好像没人拍过，那我们大家就去试一下。那走南回改，我们就不会绕到垦丁那一块，会直接从下面的地方切过去，然后接到另一边的恒春嘛。没错。那今天就是少了垦丁那一段，所以等下不会过垦丁。对，不会过垦丁。你很期待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环岛日志第二天哦。哦，你们刚刚知道他们排气管的威力，真是有够吵啊！现场听更大声哦，真的是王八蛋。好啦，那这一天呢是第二天，我们一样没有任何的安排，连要去高雄还是台南都没有决定好。那这也意味着我们房间也是要到某个休息点才会定。没错，我们就这么 free， 这也是骑车好玩的乐趣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先去加个油，直接开始今天的旅途吧。在沿途欣赏美景，一边想他们到底跑多远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他们停在路边。我以为他们是在等我，结果原来是胖子衔接排气管弹簧喷掉了。那经过一番讨论之后，他们决定去下面的金轮村找车行帮忙。那因为我骑车比较慢，关心，所以我就先行出发啦。到第一个休息点，那我们大概在这边休息了40分钟。那因为今天真的很热，而且我们是在正中午出门的，所以我们就在里面吹个冷气，等太阳变小，补充一下水分。那也在这边跟一位爸爸聊得很开心。那他带了两位儿子骑脚踏车环岛7天，我想他儿子们这辈子应该不会忘记这一次环岛的过程吧。那一番休息之后，我们终于要上路离开台东啦。那这趟呢，我们要直接穿过南回改到达屏东。那顺便来看看开放南回改之后会是一个多么便利的事情。哇塞，法拉利车队，哇太屌了吧，感太壮观了。哇靠，太正点了吧！哇操，这里还有啊！到底几台啊？这里还有玛莎拉蒂修旅车。你们现在休息了吗？你们在南回改？你们直接上去啊！哇，见证路权的时候终于到了，是不是？哇，有很多车哎，这里。哎，有摩托车骑上来。他先回不去，有点尴尬。哇，上南回公路骑很久，还有那个区间测速，我们今天来走一下南回改。
南回隧道。我才刚到而已。你们已经下了？真假靠北，干这一个，这边有4600公尺，然后苏花改才3000出而已哦。走了南回改之后，真的觉得路途短了许多，而且方便不少。那在这4.6公里的隧道内，我也没有窒息，也没有感觉到缺氧，感受到的只有爽还有便利。要是苏花改也能试办进而开放的话，我相信对一些想环岛或是只能骑车在北部、东部两边跑的朋友们一定更加实用，尤其是遇到变天的时候。去年冬天我跟红林环岛时，我们正在走苏花那段的时候，刚好是晚上又碰上暴雨，当时又湿又冷，视线又差的情况下，我们还误入了苏花改。一开始想说啊，错赛要被罚钱，但进去之后，我们才发现会少走一大段路，而且里面温暖，视线良好，而且很安全。虽然出来之后被罚了900，但我跟红林真的不后悔，毕竟我觉得这是跟我们人身安全有关系，900真的不算什么。好啦，那在我刚进到隧道前哦，他们早就已经到休息的地方在等我啦。那我们接下来就往他们的方向前进吧。哇，520，终于啊，他们骑太快了。有没有从我的语气中听到我的无奈？我让这两位叔哥等了将近快20分钟，真的觉得有点拍摄啦。不过我得没干起来咩。好啊，那到了这便利商店也大概下午3点了，不得不说真的很饿啊，所以大家都是在补充一些能量。那我也不得不说，我现在吃的这个冷面哦，我真的觉得不是很好吃啊。那有机会我再拍这个介绍给大家看，毕竟也很久没拍 Seven 的东西了。那我们在这边休息的过程呢，也在这订了房间。最后我们的决定不是去台南，而是去高雄，因为我们觉得这样可以比较快到达休息地点。那休息完之后大概是4:10，那这一趟到民宿的行程其实还蛮硬的，因为我们6:00就要 check in。所以这表示我们在中间没有任何休息的时间，所以这次不得不快点出发啦。哟，终于见到高雄啦！那这也是第二天旅途最后一段行程，那也是我认为最最最痛苦的环节啊！因为你们看，这红绿灯还有相机，真的是比台北还要多更多，而且秒数又很长。像我现在刚下桥而已，我已经碰到4个长时间的红灯啦，何况这里还不是市区。所以下桥后，短短不到25公里的旅途，我们在高雄骑了将近1个多小时，才抵达我们的民宿啊！北西哦，干，终于到高雄了。我们住爱河旁边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栋啊？因为刚刚跑去问另外一栋，结果发现不是那一栋，虽然名字都一样。累死。今天是下午6点，今天下午6点，那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，应该去外面找吃的，真的太累了。哇，今天住这么好的地方，几楼啊？13。啊？13楼。累。
这绿光太可怕了，我们那个鬼故事破坏气氛。8:01 PM。3:02环岛最后一天，有必要这样折磨自己吗？刚才雨太大了吧？